只，头顶两根毛尖尖，好怪。他向宇宙看，看到一辆电，那是我家园，锦绣江山画卷。收纳箱，好吧，虽然我承认我也不算是个很整洁的女生，但我家的东西多到连房门都推不开了，这可太闹心了。哪来这么多暂时不用的东西啊？还不都是你妈？满300减150，还包邮，五折呀！呀，我得快点买。洗衣液快用完了，多囤点，早晚都要用。卫生纸来3大包吧。哎呀，还不够300。咸盐买5袋，酱油来3瓶。香凉爸爸，快来帮忙！不是说去超市买一把青菜吗？怎么买这么多东西？哇！你是不知道，超市大促销，买花生油送鸡蛋，买速冻水饺送酱油，这么好的机会，不买白不买。什么呀？你又冲动消费了吧？这叫省钱，你应该表扬我会过日子才对。您家的快递请查收。香凌妈妈，你是不是买的多了点儿？网店难得做活动，多是多了点儿啊，先囤着这些东西，以后用得着的。我老妈真是的，就喜欢抢购便宜东西，家里都快被塞满了。可不，连小猫睡觉的地方都没了。天眼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些东西都装起来？都装起来？有了，无底洞收纳箱，不管多少东西都能放进去。看上去也不大呀，不要看外表吗？装一下试试。竟然真的都装下了。当然了，无底洞嘛。这下好了，家里很快就变绿色了。嗯，这是妈妈提前为冬天准备的棉鞋，先装进去。羽绒服现在也用不着，装进去。香凌，当心点，别把我也装到无底洞收纳箱里面。我还要把这些大箱子、小箱子都装进去。香凌，客厅是你收拾的？当然啦。瞧瞧我们香凌，简直是个整理小能手，比你会收拾，还不是我教导有方。把不用的东西暂时收起来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在家里绊倒，找东西也方便多了。说得好。对了，那些东西你都放哪儿了？收纳箱啊。哇，卫生间也整理得这么好，香凌你太棒了。香凌啊，妈妈新买的洗衣液你放到哪里去了？啊，洗衣液，我这就去找。马桶揣，榨汁机，卫生纸，冬天的棉鞋。天爷，这个无底洞收纳箱找起来也太费劲了。是啊，相当于从无底洞找东西了。看来还得需要分类整理啊。香凌啊。
这是妈妈为了拿出洗衣液，我不得不把装进去的所有东西全都翻出来找一遍。可咱家哪来的这么多东西呀？您抢购的呀。哎呦，竟然买了这么多呀，看来我以后不能这么没节制的买买买了。没错。聆听药水。出来散步真舒服呀。甜筒，不要乱跑，这个家伙跑哪儿去了？香莲，找什么呢？李恒，快把他放下，你吓着他了。别着急，我这儿有个小礼物想要送给他。笨猫啊！天眼变身！天眼，你没事吧？我都快被他吓死了。这个可恶的张胜男就爱恶作剧，要是让他也吃点苦头就好了。我们来想个办法。我有办法了，明天你悄悄地把这个倒进张胜男的水杯里就好了。我只是说让他吃点苦头，这个不会是毒药吧？哎呀，放心，只是个小把戏而已。希望天眼真能给张胜男一个教训。什么问题吗？挺甜的，有股水蜜桃的味道啊，没问题。你们两个搞什么鬼呢？程南，我们发现了一个蚂蚁窝，嘿嘿，用树枝一捅，这群笨蛋蚂蚁就四处逃窜，哎，太有趣了。嘿嘿嘿，你看，让我试试，我看看怎么回事。救命啊！什么声音？谁在求救？哪有什么声音啊，圣男，你听错了吧？对啊，圣男，你快点，蚂蚁逃窜的样子可有趣了。不要破坏我们的家，不要拿树枝破坏我们的窝。蚂蚁是昨天没有休息好，太累了。哎呀，你这个小姑娘怎么随便向别人丢石子？谁在说话？谁啊？我在说话，你砸到我了。谁？到底是谁在跟我说话？喂，我在这儿呢，小姑娘，池塘里面。啊，鲤鱼，你在跟我说话？当然是我，这附近难道还有别人吗？鲤鱼说话。别那么大惊小怪，小姑娘，我说你差一点就砸到我了，你怎么一点爱心都没有呢？如果别人朝你丢石子，你心里会舒服吗？你想想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一定是幻觉，今天我要早休息，一定是昨晚没有休息好。喂，你踩到我们了！谁在说话？谁？你的脚底下，你踩到我们了。小草。哎呀，小姑娘，你没看到那块台子吗？救命！小草有爱的生命，花花草草也好，其他的动物们也好，跟你们人类的生命是一样珍贵的。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啊！
门啊！香菱，喵！张胜男，出什么事了？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恶作剧了，我再也不会伤害小动物了。林童、香菱，你们一定帮帮我，我快要疯了，帮帮我吧！喵！小快递员，哇，这个书包好漂亮呀！是啊，感觉在这里好舒服啊！既然你这么喜欢，咱们就把它买下来。啊，香菱，等等我！太惨了吧，怎么一分钱都没有？我想起来了，这个月初和张胜男、甄美丽出去玩，把零用钱都给用光了。哎，看来还得在旧书包里待上一阵子。啊，哈哈，去找妈妈，一支零花钱。不行，你原来的书包不是挺好的吗？我觉得呀，没有必要换新的。可是什么？这还有一个礼拜，你就把这个月的零花钱都用光了。哦，你要知道，钱可不是随便挣来的，那可是爸爸妈妈辛辛苦苦劳动换来的。要想买新书包也可以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真的吗？只要能买新书包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那好，从现在开始，只要你帮我送一次冰激凌的外卖，我就给你10块钱，怎么样？啊，才10块钱！要让你知道钱来的多不容易。交给我吧。那你先替我给冠军奶奶送一盒冰激凌去吧。保证完成任务。这天可真热。天童，咱们去前面那棵树底下休息一会儿再走吧。天气这么热，我一步也走不动了。我们已经走得很慢了，再耽搁的话，恐怕冰淇淋要化了。一定要把冰淇淋完好无损地送到冠军奶奶手上。要是被你偷吃或者弄化了，那我可不付你工钱哦。记住了吗？糟了糟了，要让冰淇淋化了，恐怕那10块钱也打水漂了。可是我冠军家还有一段路呢，天童该怎么办呀？哎呀，天童，快帮我出出主意呀！别着急，我有办法。这就是你的主意，旱冰鞋？这可不是普通的旱冰鞋，这是一双加速旱冰鞋，只要穿上它，就不用再担心冰激凌化了。哇，好厉害呀！目标五冠军家，出发！等等我。香菱妈妈，这孩子可真懂事，冰淇淋送来的时候完好无损，这么大热的天还让你们跑一趟，真是过意不去啊。真的没什么的，只要您喜欢吃就好了。做得不错，我之前啊还担心你们两个小馋猫会偷吃呢。这怎么可能啊，既然我们按照约定将冰淇淋完好无损地送到了，那妈妈您的约定也要兑现哦。好，这是你这趟跑腿的费用，可不准乱花哦。瞧，天童，这可是咱们赚到的第一桶金。这孩子，哇哦！啊，这书包这么贵啊？这才10块钱。那照这样下去，恐怕咱们得送60多次才能买得起这个包啊。60多次？天哪，那得送到什么时候呀？看来还得在旧书包里待上一阵子了。哎，香菱，这么晚了你还不睡觉干什么呢？我在做海报。
海报？什么海报？当然是小法子赚钱买书包的海报了，我可不能就这么轻易放弃。啊，好了，啊，快递服务。只要有了它，我一定能买到新书包的。小小快递员。快递服务，快递服务费5元，距离太长加收5元，只接收本市业务。快递内容一，冰淇淋；二，能力范围内其他一切要求均可。小本生意，请多关照。香菱，你怎么突发奇想做这个了？因为我们要买，主要是想锻炼一下自己，体会一下挣钱的不易。好，我支持你，我要订一个冰淇淋。我也要订一个。我也要，我订2个。踢完球赛，我想再吃一个。放心吧，下午上课前保准送到。冠军，麻烦你帮我发一下海报，我先走了。香菱，你的这个快递业务可真好，这么热的天能吃一份冰淇淋简直太幸福了。嘿嘿，那当然，以后只要你们有需要，我都可以替你们去办。肚子饿了，中午要是能吃到生煎包就好了。香菱，你可不可以替我去买一份我家门前的刘记生煎包？突然很想吃。当然没问题了，香菱快递可以解决你的任何烦恼。没问题，这就去给你买。走了，甜筒。喂，哇，还是热的呢。香菱，你可真有本事。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哎呀，光顾着给你买生煎，我自己都还没来得及吃饭呢。香菱，哦，我有个事情想让你的快递帮帮忙。我正在为《少年哥白尼》杂志写一篇关于恐龙的文章，现在需要点资料。我查了图书馆，那本书已经绝版了，只有城西的一家旧书店有卖。你可不可以帮我去买一下啊？城西好远啊，咱们可是在城东呢。可是有点远，不过等我这篇文章的稿酬拿到了，我会多付你一些的。好，香菱快递帮你满意，这就出发。天童，咱们今天赚了100块了，离新书包的目标已经越来越近了。那还不是因为我的加速旱冰鞋帮了大忙。是是是，你功不可没。哎，今天一天都没吃饭，哎，这钱挣的可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哎，美丽，你吓了我一跳。香菱，不好了，我需要香菱快递的帮助。出什么事了？我的语文书落在家里了，香菱能不能帮我去取一下呀？可是我饭还没有吃呢。我把这个礼拜的零用钱都给你，要是没带课本，下午一定会被老师训的。这个算了，为了新书包，午饭算什么？包在我身上。美丽家离学校可不算近，哎呀，真是麻烦。有了。要是把鞋子的功率调到最大，说不定还能赶回来吃午饭呢。加速旱冰鞋，冲吧！这个速度一定能赶回来的。妈呀！香菱怎么还没回来？香菱去哪儿了？甄美丽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不知道。你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？报告。啊，香菱，你怎么了？我回来了。香菱，你怎么了？赚钱可太不容易了，这双鞋还给你吧，都是他把我害成这个样子的。燕燕，你快帮帮我，要是让妈妈看到我这个样子，我又要挨骂了。真拿你没办法。
过香菱，你到底是怎么搞的？哎呀，丢死人了！原来是这样啊，香菱，以后可千万不能在街上滑旱冰了。我宣布，香菱快递就此解散。